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你们应该现在看到我人在外面吧？没有错，因为我现在人呢就在高雄的东港。我等一下准备要搭船前往小琉球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天的小伙伴。我们要住的民宿看起来很美，而且你们看，真的就在海边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超级蓝的？不对，这是墙壁。我在干嘛？这是墙壁啊，搞什么东西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 my home， 这是我们的 home。这个会不会太夸张？这个海是怎样？这边还有两个椅子哦，我应该带白马王子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是你？不好意思我也想带啊，可是我没有。除了这个世纪美景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甜蜜蜜小沙发，可以你能我能的挤在上面，还有一个双人床。看一下厕所。哎，厕所也是不错耶，干湿分离，而且它那个花砖也是蛮美的。嗨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爱的小窝。今天看一下岛上什么帅哥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这么哀怨。我们现在来到岛上的一个卖比基尼啊，一些海边的寄卖物，它叫做海岛小事。这个海，我的老天哪，这是画吗？现在天黑了，我们就来这个小琉球这一条街，都是一些吃的，还有逛街的地方。又要花钱了啦！哎呀，很漂亮哎！哥哥。热潮天气来。太贴心了吧，这个虾子鸡尾酒，还有剩一片。我是猪吗？是猪。棒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全部都吃完了，叉叉。喂，我到民宿了，我现在在我们的阳台，晚上又稍微凉了一些，所以坐在这边是蛮舒服的。等一下呢，我剪个片还债一下，不然我要没有片可以上了。洗完澡就先睡觉了，因为明天的行程要非常的早起，明天见。醒来了吗，桑姐？当然醒了，有太阳公公怎么还舍得睡呢？还不快出来！我觉得 SUP 滑日出真的是超值得，而且我们运气很好，现在天空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云在干扰。有哦，哇，轻轻松松哎，有点好笑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再站直一点点，对对对，然后核心 hold 住哦，对，再放松一点，对。这位大姐，你们醒醒啊你啊，很累啊。我们都不年轻了，不年轻了，以后不要只睡一两个小时，不行啊。好累啊！补完眠了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吃饭。出门之前呢，我要做一件我非常兴奋的事情，那就是
Simple Rachel 她要寄衣服给我了，太开心了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你要我冷静一点是不是？真的觉得我瞬间又回到法国女伶，不知道什么 Simple Rachel， 她是一直在暗示我淑女一点，所以她寄衣服给我，让我变成一个气质的少女，气质中又还带有一点点的小辣度。这边还有一个扣子，就如果你觉得很热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把它拆开，没有问题。这套还蛮不错的，红色的滚边会让你多了一种可爱的感觉，真的必须称赞，身为一个小织女竟然可以穿到一件裤子到该有的长度，竟然不会拖地，后面剪裁呢可以凸显被教练霸凌的屁股，也是很有弹性的这样子。这上衣真的是我的菜，而且在夏天穿，你除了非常舒服又散热之外，它这边还做一点小皱褶，胸型还不错，背面这样子。这件呢，它是偏中长，洋装都蛮厉害，是它那个腰身都会做得刚刚好，气质感又比绿色那件再更多一点点，好像真的是蛮适合我这种气质的女生呢。哇哦！现在我们要来吃一间早午餐，这间叫做。OK， 我忘记了，我就生在这边。我就是想要来吹个冷气，因为现在小琉球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。小鲜肉帮我们拿餐具，谢谢鲜肉，谢谢鲜肉，感谢感谢。还有我有电，帮你们弄。真的。记得食物不是重点，店员才是真的。现在要来体验水费，狗狗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棒！海龟头在这边，我们的会教练会帮你们放在海龟头的两侧，就可以拍到你的头跟海龟的头，拍到自己的呼吸，变得这么的急促。哦，我们都是吸，一套是多重啊？那就不要知道比较好。20吗？差不多吧。早了，然后顺便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，第二天呢换了背包客房的住宿，我们今天的房间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个人的床位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啊，这个有点乱没有关系，我就把它丢那边，然后这边就是有个棉被、枕头、小夜灯，你可以在那边滑手机啊， blah blah blah， 插座两个，现在要来看夕阳。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，太美了这边。我的冷面超级酷。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晚来，所以呢老板有些料没有了，我们这个其实不算是晚点班。各位早安，早上也有水上活动，是要去玩风帆，我们就是大海的孩子好不好？早
安。早安。早安。我们已经魂都快飞了。真的，我们已经超了三天了，超累死。我现在觉得我们眼前的画面非常的美，看看这个东西。小鲜肉在帮我们架风帆，角度不错哦。现在都是用脚踩的。出去的话会开帆。先来看一下我脚前的美景。你跳的可真美，很爽，又一条免费。好，我们现在戴上了，现在讲话很好笑。戴上了面镜，我会在这个比较浅的地方稍微游一下泳，泡一下水。老板要带我们来吃东西。现在要去体验自潜了，因为滴滴它是有自潜过，但是我没有，所以等一下就算是一个体验的课程去玩水这样子。这样就 OK， 这样 OK。我们已经上来了，你们应该有感觉，是我们已经黑了不知道几阶，三四五六七八阶，我们已经变超级黑，好开心！这雪球球超好玩的耶，好玩哦！哎、欸，你其实你蛮厉害的，居然公升一次就可以下。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，觉得我应该是把这辈子在海里的时间，在这三天全部用在游球了。下次再来玩，我们去看小鲜肉，走阿信。到高雄了，我就打算在高雄住一晚上。那希望你们还喜欢我这几天拍的小琉球网。那还想看我去哪里玩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开小铃铛，再可以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哦，我也非常感谢你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我的个人生活的话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